大哥，你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呀？我考了100分。哇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那二弟，你考了多少分呀？我也考了100分。你也不错呀。走吧，我们快回家吧。大哥，你先回去吧，那家找我还有点事儿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家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爷爷说，谁考的100分就奖励一个蛋糕吃。可是我才考了15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不行，我要想个办法才行。有了，巫婆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呀？你可不可以把我的分数变成100分呀？我把这些好吃的棒棒糖都送给你吧。好，没问题，这很简单。看我的魔法变，哈哈，太好了，我的15分变成100分喽！谢谢你，巫婆婆，我要回家喽。爷爷，你看我这次考了100分。爷爷，我也考了100分啊！你们两个都考了100分，可是老师说只有一个人考100分呀。不过大娃考试成绩都很稳定，那二娃是不是你撒谎了？爷爷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是我撒谎了，其实我只考了15分，是我请巫婆婆把我的分数变成100分的。什么？二娃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非常不对？你能随意修改分数吗？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想吃爷爷奖励的蛋糕。就算你想吃蛋糕，也不能这样做呀，知不知道错了？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撒谎了。对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不要学二娃这样撒谎哦，一定要做个诚实的好孩子。葫芦娃、哪吒，你们两个今天来进行一场果冻比赛吧。如果谁做的最好，我就奖励他吃一个最好吃的棒棒糖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好啦，这是给你们的果汁，你们慢慢做，一会儿来检查。哇，葫芦娃，你的饮料看起来好好喝，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呀？不行，哪吒，这是我做果冻的饮料呀，怎么能给你喝呀？哎呀，我就少尝一点点吧。不行，我的肚子好疼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哪吒，你帮我看着。没问题，你去吧。哈哈，葫芦娃终于走了，那我先尝尝他的饮料吧。咕咚咕咚，真好喝，那我再尝一点点吧。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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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怎么全喝完了？这可怎么办呀？有了，我就当做不知道就行了。哎，我的饮料怎么都不见了？哪吒，不是让你帮我看着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才认真做果冻呢，没注意你的饮料。可是只有你在这里，难道我的饮料还能自己不见吗？是不是被你偷喝了呀？葫芦娃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对不起，你的饮料太好喝了，我本来说尝一口，没想到一下子全喝完了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没有饮料怎么做果冻呀？咻，葫芦娃，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原来是花仙子姐姐呀，你有什么办法呀？哈哈，你忘了我有魔法吗？太好啦，魔法变。哇，花仙子姐姐，你做的果冻可真漂亮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对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心帮我谢谢花仙子姐姐呀？熊二，你看我这有一个记忆棋，你敢不敢和我比赛呀？这有什么不敢比的呀？那好吧，那我现在把他们都盖上，这个呀也盖上，好了，全部都盖好了。那我来找这个小牛，那你来找这只小鸭子。好呀，没问题。但是如果谁赢的话，就可以吃这个好吃的金币巧克力哦。没问题，我肯定不会输的。那现在我先来吧。对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给我发送数字666，我有加油助力，让我成功赢得比赛。那我先来找这个小牛在哪呢？哦，在这儿啊，怎么不对呀？哈哈，蝎子精，现在你输了吧？接下来该我了。对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发送小红心，我有加油助力哦。那我现在来找这个小鸭子了，我都没找对，我可不能让熊二赢。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发送小红心为熊二加油助力哦。我现在来找小鸭子了，在这儿，看我找对了吧？蝎子精，这些巧克力都归我喽。对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为我加油助力哦。熊大、熊二、毛毛，我们今天来玩捉迷藏游戏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玩捉迷藏了。那熊大、熊二、毛毛，你们快去藏起来，我来找你们。那你们快藏起来，不然很快就会被我找到哦。好。那熊大，你们分开藏吧，不然这样很容易会被找到的。好。那我要开始数喽，1、2、3、7、8、9、10，你们都藏好了吗？我要来找你们喽。毛毛，我已经看到你了，快出来吧。啊，奥特曼，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，我还以为我藏得很好呢。那你找到熊大、熊二没有呀？还没有。那我们一起找找吧。哎，奥特曼，你看。那不是熊二吗？对呀，熊二，我们看到你了，快出来吧！哎呀，你们可真厉害，这么快就找到我了。那找到熊大了吗？还没有，那我们一起再找找吧。熊大会躲到哪儿呀？哎，那个不是熊大的脚吗？熊大，我们看到你的脚了，快出来吧！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熊大，这不是怪兽吗？熊二，我是熊大，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呀？你是怪兽，怎么会是熊大呀？熊二，我就是熊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。你就不是熊大，就不是。熊二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在哭呀？啊，原来是做梦呀，我还以为熊大变成怪兽了呢。乔治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？这么晚还不回家？哎呦，前面有个小猪猪呢。太好了，小猪猪，你是去哪儿呀？我送你啊。啊，是大鳄鱼，这么晚了不好好待在家里还跑出来。大鳄鱼，要不这样，我这里有好多好吃的，你看有好多好多，我把这些都给你，你要不走好不好呀？这些糖果全都留给你。啊，行呀，看在你好吃的份上，那你就走吧，这些糖果全都留下。好，那糖果全都留给你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呀？哎呀，乔治，你
终于出现了。乔治，你看这有大鳄鱼，我的糖果都在他那儿呢，他还不放我走。大鱼，赶紧把糖果还给我姐姐。哎呦，小乔治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我就是不还怎么样呀？是啊，你是不怕我，可是我哥哥多呀，我有奥特曼哥哥、哪吒哥哥、葫芦娃哥哥、植物哥哥。你想一想，要是我把他们全都给叫来了，你觉得你能走得了吗？哎呀，早就听说小乔治的哥哥多了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惹不起惹不起，还给你还不行吗？走了走了。哇，乔治乔治，你好厉害呀，那么多哥哥保护你呢。不是的姐姐，那些哥哥都会保护小朋友的哟，每个小朋友他都会保护的。佩奇、乔治、兔阿姨带着小兔瑞贝卡和理查德来玩了，你们四个好好玩，我和兔阿姨聊聊天，知道了吗？嗯，妈妈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和他们一起好好玩的。好好好，兔阿姨走，咱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聊聊天去。走喽走喽。小兔瑞贝卡、理查德，你看我们今天知道你们要来，就给你们准备了汉堡、糖果还有巧克力，看你们喜不喜欢呀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佩奇、乔治，那我们就赶紧尝尝吧。那我来尝尝这个巧克力吧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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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好吃呀。真的吗？那我来尝尝这个糖果吧，我感觉也好吃呀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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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糖果真好吃。佩奇、乔治，太谢谢你们了，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们有礼物送给你们哟。嗯，真的吗？送给我们什么呀？你看这个小汽车是送给乔治的，这个裙子呀是送给佩奇的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哇，又是小汽车又是裙子的，太好看了。小兔瑞贝卡、理查德，谢谢你们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哪个礼物呢？可以评论告诉我们哟。今天这些巧克力啊，全都是我辛辛苦苦攒的。我呀，要先吃这个元宝形状的巧克力哦。剥开，剥开之后呀，咔吃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嗯，好吃好吃，真好吃。再吃一个，把它给剥开。好了好了，咔吃喽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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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好吃好吃，真好吃。哎，有个小狗狗进来啦，小狗狗，你是不是饿了呀？来，你看我这有巧克力，给你吃吧。啊，有巧克力吃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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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嗯，好吃好吃，真好吃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我巧克力好好吃呀，白雪公主的巧克力最好吃了。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疼呀！哎，小狗小狗，你怎么了呀？怎么会肚子疼呢？母后母后，你快过来呀！怎么了呀，白雪母后？你看小狗狗突然就肚子疼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啊，是吗？你是不是？给小狗狗吃了什么呀？哦，我刚刚给小狗狗吃了我最爱吃的巧克力。哎呀，白雪啊白雪，小狗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，吃了巧克力它会生病啊！吃巧克力会生病呀、啊！哎呀，我早知道就不给它吃了。嗯，怎么办呀？没事的，白雪，别自责了啊！妈妈呀，这就带小狗去医院检查检查，就没事了啊！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小狗的话，千万不能给小狗吃巧克力哦，不然小狗会生病，会难受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蛋呀？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，是粉色的，有点奇怪，是鸡蛋。哎呀，鸡蛋有这么大吗？那就是鸭蛋，鸭蛋也不是粉色的呀，这是什么蛋呀？哎呀，不管了不管了，先拿回家给我儿子补充补充营养去喽。哎，僵尸僵尸，你站住！这什么恐龙家族的蛋呀？啊，天哪，原来是恐龙蛋呀！哎呀，我就说怎么来了两个恐龙呢？哎呀，好可怕好可怕！对不起，你刚才有没有碰过我们的蛋呀？嗯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碰到，没有碰过。哎呀，你这是恐龙蛋，我可不敢碰，我先走了，先走了。哎呀，幸好咱们来得及时，不然咱们的宝宝可能就被僵尸给拿走了。是啊是啊，哎，你看我们的宝宝马上就要出来了。哇，我们的宝宝破壳呀！来，咱们看看我们的宝宝长成什么样子呀？哇，这么小好可爱呀！哇，真好看，小恐龙出来啦！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们的小恐龙可不可爱呀？好不好看呀？要是觉得可爱的话，就发小红心告诉我们呗。弟弟弟弟，你今天敢不敢和我做一个游戏啊？做什么游戏啊？姐姐，你看我这呀有一些卡片，你能不能找出相对应的卡片呢？如果都找正确了，我就送你两个你最爱吃的蛋糕给你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，姐姐？当然是真的啦，不过你要全部都答对哦。好好好，没问题，这些图案对我来说特别简单，那我现在就开始拼吧。我先看看这个，嗯，这个看不出来，那再找找有没有相同的。诶，这个把它拼一起，哦，原来这是火车呀。那我再找找，诶，这个好像是警车，有一个110。嗯，那这前面有蓝色灰色，哦，原来是这个，哈哈，找到了，原来真的是警车。那我再看看这个，这个好像是自行车。好了，又拼对一个了，还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好了，拼好了，姐姐，你看我都拼好了。哎呦，弟弟，没想到你最近学习能力这么强，这么快就把这些交通工具都认识了。既然你全部答对了，那我就把好吃的蛋糕给你吧。太好了，有美味的蛋糕吃喽。对啦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乔治答对了几个吗？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。